站住！什么人？我是二少的夫人，她让我来练枪。拿来。什么？通行证。通行证？你们不认识我吗？我可是二少奶奶。哎，之前就有人说是二少的姨太太，想混进来，结果是个戏从。你说你是二少奶奶，怎么证明？我。拿不出通行证，又不能证明你的身份，说你到底是谁？你们两个，大哥，大少爷，越来越没规矩了，敢这么对二少奶奶？若是让二少知道了，脑袋还要不要了？小的远远不识泰山，还请二少奶奶勿怪。还不开门？是。大哥，我们走。多谢大哥。不必客气，都是一家人。你来这里是想学枪，是因为昨天的事吗？啊，戏园子里鱼龙混杂，我也不想总麻烦行舟。来，试试。这把。你这个腿要分开一点。哦。那个手上来，来。对，托住这个手，稍微抬高一点。来，把背挺。戏子果然天生下贱，把手腕。见个男人就想投怀送抱，你根本不配和行舟在一起。枪给我。瞄准目标的时候，眼睛、准星，还有目标，三点一线。